好啊，要怎么出？你要出哪边呢？小腿。小腿啊。哎，你手不方便帮我出一出哦。好啊，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以从全身的毛出了头和脸吗？那怎么出？站着。我刚刚用镭射打就好了。那我眼睛可以看到。可以戴。对啊。三万八。啊？如果觉得太亮的话，都还好啦。一点点知识。不会啦。真的还假的啦？还好了。有点痛。一直不断的摩擦，但等到把你的毛囊完全破坏掉以后，它就不会再继续跟你的角质层摩擦，那你自然就会一颗颗黑黑粗粗的东西慢慢消失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这是角质。不然的话，大概4次6次。啊！我本来想说，我哪一天要来出比基尼线嘞，这么痛！比基尼线更痛，真的吗？因为比基尼线比较，哎，对，上麻药。上麻药就会。如果把这拿下来，你就要看镜头，就你就要看那个脚。哎，你很那个呢，你很 professional 呢。去游泳。他每次都给我做那个，做 Q 的表情。我现在不敢看，我怕看到瞎掉了。你看我的眼镜。刚刚还不是我都一直都没有那个啊，我刚刚一直都没有戴眼镜啊。其实还好，没有很痛啊，就是有点刺刺的。哎，我没有跟，先不要这个。什么东西？你现在录音，我不说。哦，是秘密。讲，我的雷射医师吴医师。我可以毕业吗？哎，你下次要那个打比基尼线，你放心给吴医师打。好，下次我要打比基尼线。